杨幂粉丝有多疯狂，手撕家行算亲的这件事让杨幂记了一辈子。杨幂粉丝有多疯狂，手撕家行工作室算亲的这件事让杨幂记了一辈子。最近杨幂深陷诈捐，随后粉丝又不满家行工作室给杨幂安排的工作，线下到了杨幂的活动地点示意牌，这让参加活动的杨幂顿时很尴尬。杨幂和刘恺威离婚的时候，粉丝居然还在当天办了场抽奖。还有在早些时候，杨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穿的是抹胸礼服，就在准备离开的时候被女粉用手拉下了衣服，导致杨幂在镜头前走光。杨幂涉及诈捐的时候，粉丝在慈善官博下骂声和声讨连成一片。至于诈捐这件事是真是假，目前还没有定锤。拉横幅就算了，离婚当天抽奖庆祝还扒爱豆衣服，这做法是个人都不能接受吧。